这盘能值多少钱？啊，这什么呀？怎么看都像个鱼眼珠子啊！咱从墓里拿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咱们好不容易下了个墓，总得拿点纪念品，不是？哎，有道理啊！这要是真能赚钱的话，以后我们就倒保卫生了。哎，好嘞！哎哎，姓张的，你可答应过我啊，你以后不会碰这行的。不怕不怕，我都答应过你了。 我家的风水楼盘都让你给丢了，这足以表明我的决心了，对不对？爱妞。哦啊啊！对对对对，来，为咱们的新生活干杯！刘师傅，你都是谁啊？
个火神符吧，保平安。谢谢。卖火神符嘞，卖火神符嘞，来买一个火神符吧。卖火神符嘞，卖火神符嘞，买火神符保平安。没事，你在这儿。你看，我刚才又赢了这么多。哼，以后咱们啥也不用干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。哎呀，特别喝这个，喝，带你喝好的啊。来来来，走走。老板，哎，你来了。哎，嗯，这是我兄弟，给我兄弟来瓶最好的酒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小志，你就在这儿喝着。哎，来了，您的酒，我进去再赢点。哎，开了，不行了。哎，呀呀呀，再来，三二手。哎，买好了吧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呦喂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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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我还以为你赢了两把就出门找媳妇了。大爷，我今儿手气好，来。既然手气这么好，不如来把大的，全压。来！赌就赌，来！哎呦，好！我要大王，赢了啊！六六手啊！哎，一条龙翻倍，这么一算你还欠我100银元。敢在我虞美人的地盘赖账，今天谁抓到他赏100银元。老规矩，剁手！别！等等，我有宝贝，我有宝贝，我有宝贝！这都是假的呀！不是假的吧？骗人！这是我从龙四爷的墓里挖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啊，这那是我的哦，肯定不骗人。你从墓里挖出来的？我兄弟，倒斗奇才，修灵世家，自幼精通奇门遁甲、易经八卦，他就是圣京城大名鼎鼎的风水大师张孝智。哇，他就是张孝智啊！张孝智啊，什么听说过？张听说过呀？孝智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走，快，快点！来
来嘛！来！接头上去，前为首，困为部，阵为图，训为骨，砍为耳，离为目，梗为手，对为口，耳目共然。是看你，即是北与南。小心！能轻易识破大祭司的术语，果然有两下。来人，设宴招待贵客。在下宫山红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嗯，这颗珍珠的光泽颜色一看就是一等一的好货。那当然。听说你是从墓里挖出来的？那必须的，那墓室里到处都是宝贝，主墓室里更是奇珍异宝无数啊，只可惜二位是探墓的行家，我们湖水镇周围也有个大墓，不知道二位到此。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过几日便会离开，今日多谢款待，告辞。湖水镇方圆百里都是我的地盘。据家史记载，金国皇族的墓就在这儿，里面财宝无数，只要找到了，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怎么样？怕是我不能不答应了。好，修罗，带客人去房间。是。大肚子，大肚子，是我。你干啥呀？这个宫山红老谋深算，我在酒桌上假意答应他，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。咱们趁现在赶紧溜，快！这钱咱不赚了。我答应过何苗，以后不再盗宝了。走走走走走。
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去那边看看。是。走走走，上那边看看去。啊。有没有？这边也没有，这边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那边有没有？你们也是逃出来的。你是谁啊？我叫八角，是今天被选中的祭祀者。祭祀者？你还不知道呢。那湖水镇旁边是一座火山，百姓们担心火山爆发，每年都会选一名少女用来祭祀。在火山节当天会被活活烧死，一报百姓平安。这你爹爹也愿意啊？我没有家人，只有一个一起在布坊工作的朋友。好惨呐、啊！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那看守的以为我死了，急忙进来检查，我呀就趁机勒晕了他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免得一会儿他们这么多人怎么走啊？咱们可以混在巡逻的队伍里面，换巡逻衣服出去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往山上跑了。报告。大家都小心点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好嘞，搭把手。重大情况啊！你说那祭祀女是谁？我之前见过一次，原来是染坊打工的。啊，这边这边，快点啊！来了。不过这祭祀可真灵了。祭祀这几年，火山再也没有喷发过。今晚是不是要祭祀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很灵吗？特别灵。自从祭祀过之后啊，这火山真的就再也没有喷发过了。哦，谢谢啊。火山挺灵的。火山几年不喷发属于正常现象，这些都是为了骗镇上的百姓耍的鬼把戏。祭祀就在今天晚上。几点？这七点。时间快到了呀。是啊。哎，you
是什么选美比赛呢？他还把年龄改小了两岁。我们发誓，这个八字符内真的不能烧。那你们把我杀了得了，这活烧也太痛苦了吧。你们找门口，你把我们三个人都放了。既然此女谎报了生辰，我们需重新找另外符合的人。对面可是青龙山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风水宝地。湖水镇地处西，北面有河流，南面是莲池火山，东边是青龙山，左青龙右白虎，而湖水镇刚好建在白虎山下，此处定有大墓所在。白虎为兑卦，属金，玄武为坎卦，属水。南侧的火山代表了离卦的朱雀，对面的青龙山属木，乃正卦，金木水火，土木便在青龙山下。果然是行家，给我赏这些工人。既然幕后已经找到，既然已经找到了，那我们就一同。咱们之前有言在先，我帮你们找到幕口，你别放了我们几人。现如今幕后已经找到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千眼，走。哎。去看看呗。等等我。非心甘情愿，怕是有诈呀。哎，小志，这墓就拱手让给他们了，多可惜啊。你们俩等等我呀。你咋还跟着我们呀？我怕他们言而无信，再把我拿去烧了呗。还不知道你们俩叫啥呢？他呀，张孝志，我钱眼儿。哎，孝志。张孝志。Yeah!
个人，你还好意思回来？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最后一次。开饭啦！开饭啦！来啦！哎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孝志哥还没来呢，等他来了一起吃。切，开人呢？那。孝志哥，回来吃饭啦！孝志哥，回来吃饭啦！哎，你手艺这么好，怎么不多做几个呀？你家就这么几个菜，我能做些啥呀？哎，我们也就随便找个地方凑合凑合。哎，孝志哥这么爱喝酒呢？他呀，他以前滴酒不沾的。真的？那这是为啥呀？啊？哎，你告诉我嘛！哎，哎呀，来，哎，哎呀，你快告诉我嘛！哎呀，你别吃了，告诉我吧。快走，小志，快走，小志，快走，快走！小志，小志，小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我回家，走，走。松开。那你要干嘛？我要报仇。我要报仇。我回家，这怎么报得了仇？我要怎么报不了仇？在家里就能报仇吗？你连仇家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家哪去报仇啊？就是因为不知道仇家是谁，所以我才憋屈。现在你都知道了吧？哎，小志，来来来。快去！你俩干嘛呢？等你吃饭呢。来来，尝尝八角的手艺。打过脚去。孝志哥，我知道宫山红为什么要寻找金国贵族宫山野文宇的墓，因为金银珠宝黄金万两呗。对，是因为这个墓里面有一个神龙盘。什么盘？神龙盘。很值钱吗？据说这个神龙盘可以把已经死去的人从阴间里召唤回来，而宫山红正是想召唤金国贵族宫山野文宇，以此光复金国。哦，真的？如果能召回阴间的人，那何苗……其实我也是金国人，这个秘密我们族人之间都知道。那有什么宫山红还要把你烧了？那大祭司看八字说烧谁就烧谁，那哪有个准啊？百姓们都担心火山爆发，没人敢不听的。神龙盘为什么在宫山野文宇的墓里？据说，是当年这个宫山野文宇找到了这个神龙盘，但是没有人会用它，所以宫山野文宇就命这个神龙盘与自己一同埋葬，以便后世有哪个高人可以进墓开启。等你很久了，走啊！这次我要自己去。
在。你要逞什么英雄啊？哎，可能也是我朋友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松开。不，松开。不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张志，你要真把我当兄弟，你带我一起去。我也得去，神龙盘的金印就在金棺上，只有金国人的血才能把它取下。我知道墓口在哪儿，就算你不带我去，我自己也会去的。找到了，就这儿。想要打开这道门，可能就要移动这些棋子。那这就是个棋局了。移动棋子，破解棋局，被弃掉的棋子就会碎掉。虎、豹、象、狼、狮，两处碎裂的应该是狗。这里每个棋都有黑白两子，即天地阴阳，阳始白，阴走黑。战胜对方即可打开木门。那规则呢？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，这应该是古老的金国狩猎棋，每个棋子走一步，吃光对方的棋子才算获胜，或者占据对方的死穴算赢。所以我们按照象、狮、虎、豹、狼、狗食物链相生相克的顺序，先移象逼虎，占据对方的死穴。Yeah.
来。难道是规则不对？开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啥了？我们无意间将两个狮子并在了一起，便打开了阳门。阳门的门口通常是有一对狮子守护的。哎，那阴门呢？阴门的门前通常放着上古神兽白虎，代表威武的守灵君。哦，那这是一个白虎关，我们只要把两个虎并在对面，就可以把那个门打开了。我们先移动白虎，然后再利用白象逼黑虎就位，最后再移白虎绕过黑象，到达墓口即可双虎齐门。走啊。
过去得用飞爪吧？不行，从这里到石柱差不多有4米，要到对面的话至少还得16米，我们的飞爪只有12米，长度不够。八角，啊，前面太危险了，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我不怕危险，我跟你们一块儿。你是不怕前面太危险，还是怕后面太危险？笑志哥，你说啥呢？身为金国的后裔，你第一眼却没有认出金国的狩猎旗，这足以说明你也只是一枚棋子。方才你一直盯着来时的路看，你是在等你的同伴吧？大人说你不是一般人，让我多加留意。看来你值得他如此称赞。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以你们主人的性格，墓口没有人把守，我也猜到几分。那你还进来？我现在走还不晚吧？强阳，走。强阳，你若不答应与我们合作，你的这位朋友也就不用上来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的人也在下面呢。为复兴金国之重任而付出生命，我们多一人少一人都是一样的。你个混蛋，你快拉老娘上去。既然咱们的目标都是神龙盘，目标一致，你我是共同利益，应该合作才是。况且你看你的这位朋友好像也还支撑不住，你说呢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这些石柱应该只有特定的几根才能踩，其他的都是陷阱。地面呈龟背纹路，每一个石柱又都是蛇形，蛇与龟，这是玄武观。三奇八门引六甲，一元五行陷九星，一宫直符金门处镇北，
二五宫六合渡门处西南，三宫九地修门处正东，四宫玄武深门处东南，六宫腾蛇死门处西北，七宫太阴井门处正西，八宫九天开门处东北，九宫白虎伤门处正南。玄武刚好对应的就是深门。下面是火海。刚才是冰，现在是火，还要不要人活了？哎呀，天哪！这里每个洞口的形状都不一样。真正的出口应该就隐藏在其中。这里这么多洞口，难道要一个个尝试？天南地北，先去底下的洞口看看。这咋去啊？墓道里头有多个拐弯的地方，里面应该四通八达。走。
这什么鬼东西？小智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走，快走！这儿来了，走走。这不是刚才那个洞，这是哪儿啊？你们看，我们明明是按原路返回的，怎么又到了另一个洞口啊？是不是刚才慌张走错了路？这里应该是一个迷宫，如果我们不按照特队的顺序走的话，将会永远在这里循环绕道。这这么热，是火，火代表朱雀，这是朱雀关。你总算开窍了，朱雀代表重生，重生即是循环，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不断的迷失方位。你少说废话，到底怎么走？用星宿分布图，朱雀的星宿为景、癸、六、辛、张、易、真，按照朱雀星宿的排布，依次对应岩壁上的洞口，由下至上连接而成的通道顺序，即是通往深门的路线。没路了，神龙盘拿过来，去给我把神龙盘拿过来。神龙盘给我，把神龙盘拿过来，把神龙盘给我。小智哥，哎，哎。
让你。没让我失望啊，只可惜这神龙盘的作用并非可以复活死去的人，而另有他用。没想到你聪明一世，最后还是让我骗了。你能立功赎身，回去我要好好的嘉奖你。谢大人。让我来给送行酒，快把门打开吧。打开。趁现在看守薄弱，宫山红正在做事，你们快走。走啊！你觉得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神龙盘、巾帼之血，全都是骗人的。要不是因为相信了你，我们俩怎么可能被抓？亏我们俩还救过你。不对，祭祀本来就是个圈套啊！你就是宫山红的走狗。我真的是被抓来祭祀的人，每年大祭司都会挑选一名少女祭祀，只是没想到今年轮到我，本想自己一定死定了，结果宫山红给了我一个自救的机会，我帮你们逃出山寨，后以祭司为局引你上钩，再找到墓口，他们得知你的经历，又以张姐的性命逼迫我把编造的神龙盘告诉你。你为了救何明，就一定会下墓。哼，那你们现在达到目的了。那神龙盘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据说
你去烈士陪送。停！神龙盘何时开启啊？启禀寨主，大祭司不在，我被血衣不净，还不知道。让你们弄了那么久了，还不能开启，一群废物！寨主饶命。方法不对，当然无法开启。你这个叛徒！要不是受你胁迫，我才不会成为你的棋子。你等一下，我知道如何开启神龙盘。大人，少听他一派胡言，我看他就是个骗子，让我一枪解决了他。让他说。神龙盘召唤的是黄泉妖龙，此乃阴间的邪物，怎么可能在阳间召出来？那你的意思是？神龙盘只能在木下开启。一派胡言！你若早知道神龙盘的作用，怎会上当？我本不知，但我知道此物是何用时，我想起我师父教我阴阳六绝的书中有过记载，若想获得神力，你必须亲自下墓。和我耍心眼啊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在墓下，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妖龙的鸣叫，你不信可以问他们。小山，没事。好啊，我想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。龙呢？怎么没了？怎么回事？你真没了？摔死你！都有看给你命有多硬！
果然是你，这老家伙死了，我早就欺负了你。其身不见其形，这些都是幻觉。青龙观地形隐藏着阵卦，阵卦代表虚无，神龙盘所处阵卦即会产生幻象。如果要破除幻象，就要变卦，阵卦变坤卦，坤卦代表静止还原，只要棺材断裂即可恢复原貌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幻象，神龙盘的磁力与卦的相互影响，便产生了幻觉。钱眼刀，我的妖龙，我的妖龙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妖龙，妖龙，我的妖龙，小姐，千阳，千阳，我的妖龙在哪儿？我的妖龙，我的妖龙在哪儿？千阳。千阳，珍珠碎了！哎，碎了，碎了！禾苗的人头，只要有钱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啊！是啊！
娘，说，到底山泉是你怎么做的？你，永远都不会知道。小智，小智，没事吧？张小芷，我是何苗。嗯？怎么可能是何苗？你是不是摔糊涂了？神龙盘真正的作用，是可以唤醒你心中思念的意念。打碎神龙盘，就是唤醒意念的方式。我只有依靠八角的身体，才能与你说话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何苗，不可能。何苗这个名字还是你给我取的呢？你真的是何苗？何苗，我替你报仇了。小芷，我知道分开以后一定很难过，我也同样心痛。我的人生本来已经很孤单了，是你给了我温暖。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相爱对方，但是彼此心领神会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何苗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没有，你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。要怪，只怪命运不同吧。我们是在世间人了。我不想。你说你能把我从这带出去，我要你带着我心中的希望重新开始。我答应你，我不光把你活着带进去，我还把你活着带出来。
来。没听着吧？好，没了。行，我去洗把手，一会儿咱们出发。行，快点。那天的墓里啊，还真有你的，我都差点被骗了。快啊，尼古拉！幸好有你之前跟我讲他跟何苗姐那些细节，不然我还真容易被识破呢。还是你机灵，这样也许能帮他早点走出来。只要他好了，比啥都强。快啊！好了没啊？快走了。哎，小芝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丢下了，来了，你们咋把我丢下了呀？我得跟你们一起啊！哎，你跟我们一起干嘛呀？那钱眼哥不都答应我了吗？嗯，这不是第一次有妹子叫我哥吗？啊，起来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回肾经，没错。那当然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圣经可热闹了，有太多好吃的馆子了。那你还要带我去呀？